Up.好，大家早上好啊！能看见桌面吗？可以是吧？好，咱们点名啊，来。点一下确认就可以了啊。好嘞。哎，咱们今儿人不如昨天多啊，周日都休息了吗？来，咱们看一下这儿，看一下那个笔记啊。今天主要就是讲的是那个第三天的东西啊，134第三天的一个高性能那个实施高级存储功能啊，这块儿给大家讲两个存储的功能方式啊，这两个。然后有一个第九章，这个是一个网络附加存储啊，网络附加存储。那其实，在之前 HELT 的考试里边，这块呢，它是考了一个 NFS，但是 NFS 它主要是在 CE 考试里边考的。那么这块呢，它就把那个 CE 考试这块给砍了，也没有去考 NFS。但是在 CSA 里边，咱们出现了一个挂载，网络挂载。那就是需要网络做一个网络挂载啊，这块儿倒是步骤不多，只需要做一个网络挂载就行了。然后你开机自动挂载，作为这样的事儿。然后紧接着就是一个第十章，是一个那个控制存储过程。其实这块儿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开机启动流程以及那个破密码的方式。对，因为咱们那个在那个考试过程中，它会有一个机器啊。是密码会是没有密码的啊，或者说密码是错的啊，需要你去更改密码。对，尤其是在那个那个原来 CSA7 里边的，CSA7 里边的考试里边，那个 CSA 就一个机器啊，考试的时候，然后它的那个开机时候密码就是错的，然后好多人就是直接上去就直接挂了，上去就直接挂了。所以说，咱们这块儿 CE 这块儿的话，咱们这次 HEL8 的 CSA 的话就好很多，因为它有两台机器，对吧？然后第一台机器密码就给你了，第二台机器需要你破密码，所以说咱们有一个跳密码的一个过程，需要跳这个密码，所以说就相当于是修改它的开机的时候修改密码，主要是这三章啊，咱们先看第一章啊，高级存储功能。好，咱们看第八章啊，然后是第八九十这三章啊，今天，然后今天如果时间剩的充裕的话，再说一说前面的内容，因为有一些之前有一些 ACL 的问题，我跟大家再说一说，之前有人问的。好，咱们先看啊。
那么这章呢，就主要是给大家说了两个内容啊。第一个是用 Strotest， 这个它是一个本地存储的一个管理系统啊，这是一本地管理、本地存储的管理系统，它有点跟 LVM 有点类似啊，但是还不一样，但是还不一样。那第二个是使用这个 VDO， VDO 存储方式。VDO 存储方式呢，它是压缩存储在设备上的数据，并可以去去重啊，去重这两个，主要是这两个啊。咱们先看第一个啊，去重功能啊，先看这个 Strotest， 这是其中一个管理的功能啊。咱们先看一下这个，那么其实，在咱们那个教材中也没有过多的去介绍这个东西，它，这个也算就是八中提出的一个技术吧，一个技术，但是也不算特别新的技术。但是这个技术呢，就是，它也是没有去真正的上线落地啊，是没有去真正的上线落地。所以说这个也就是说，有现在市面上有过多这种就属于券管理的一种方式，券管理的一种方式。那这个 Strotest 它也属于券管理的一种存储方式啊，一种存储方式。那 Strotest 它不是一个文件系统。它只是一个就是本地的一个存储管理工具，其实和 LVM 比较接近。但是为什么我们已经有 LVM 还要就介绍这个呢？就是相当于它是咱们一般啊，咱们回想一下昨天咱们做的 LVM， 就是你需要先用物理磁盘去把它变成 PV， 然后 PV 变成 VG， 在 VG 中划分 LV。 那无论你是在使用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要去重新去格式化它呀，重新去格式化的，对不对啊？定义它的文件系统，对吧？是这样的。然后那以及咱们后边说了一个扩展文件系统，扩展文件系统的时候你也要分成两步骤。首先第一步骤是不是咱们要去把这个LV， 比如 LV extend， 就是把它的 LV 扩展，另外再去resize， 就分成两步骤做的。那么 Strotest 呢，它这里是将这些步骤综合到一起，你直接一步就可以做了啊，一步就可以做了，甚至文件系统都不用你去直接定义，它直接有自己的文件系统，直接就帮你合成一起定义了。嗯，那么当前咱们看当前这幅图啊 ，Strotest 它是以这管理物理设备池的服务形式运行，大家注意啊，它是以管理物理设备池的这种方式。那这池的方式怎么回事呢？咱们看最下方啊，它是有根下、地、微下、SDA、SDB、SDC。那这些呢是现在显示的一些物理磁盘，那也可能是一些分区啊，也可能是一些分区。就像昨天咱们说的，你可能是这个物理磁盘一个整个的磁盘，也可能是物理磁盘中的某个分区，也可能是多个分区，这样的。那么尽量呢，就是如果咱们不是在测试环境下的话，那还是用不同的磁盘、不同分区。啊，如果你是测试环境下的话，咱们比如说可能是用 SDA 的几个分区一起去做这一个池，可能会是这样做啊，但只是测试使用啊，只是练习。好，那所以说这块的话，在这个券管理文件系统中啊，文件系统可以借助一个就是它自称为就是精简的配置概念，然后内置于磁盘的设备共享池中，也就是说它可以将这些物理磁盘加入到一个池中，比如说这个池就是名字叫做 Port 一啊，这个叫做 Port 一，这是一个池的名称，也就是说将这底下这三个 SDA、SDB、SDC 这三个磁盘直接放到第一个这一个池里啊。那么他们三个，比如说这三个每一个磁盘是10个 G， 那么这个池的大小是多大？就30个 G 啊，就这样啊。所以说 Strotest 它没有固定的一个文件系统，然后它会把这些硬物理磁盘加入到某一个池中，然后再去分配的时候呢，再去分出某些文件系统，你可以去定义文件系统一、文件系统二，再去这样去分。这个咱们就是相对的 LVM 来说，是不是相对来说简化了某些步骤？中间是不是简化了某些步骤啊？它不再是有那种PE VG LV 那种概念，它直接是把物理磁盘加入到一个池里边，然后在里边直接划分文件系统啊，直接划分文件系统。但是这个来说也是红帽这边就是当前比较推出的一个本地物理设备管理的磁盘。啊，这种存储设备管理的这种方式，但是它毕竟也是在测试阶段吧，啊，然后咱们就是
去了解一下，试试吧，啊，好吧，就试试啊。要再往下看，就这块这块是下一篇，是它一篇一些管理的命令，就是如何去安装这个软件，开启它相应的服务啊。然后咱们看一下，大家注意啊，就是一旦涉及到这个能开启服务的，咱们一定要开机自启动啊，一定要开机自启动啊，否则的话，你开机不启动的话，如果说考试涉猎到这个题了，那么它就没有分啊。这个再重申一下。行，那咱们这块就是去做一下，它这个是怎么实现的？我这边打开一个系统，我看一下啊，我这边呢是还是用 Server A 啊。我这个 Server A 上还是默认的那个设备，默认的设备啊，就是说有一个 VDA， 大家能看到最上面有个 VDA， 然后下面有个 VDB，VDB 是5个 G， 然后我把这5个 G 呢，我先暂时给它分几个区，然后咱们以这个分区为单位模拟那个磁盘，然后咱们自己私下做的时候也可以拿整个磁盘，你可以添加多块磁盘啊，也可以就这样做。好，那咱们先去把它安装一下，安装一下这个功能啊，YAML杠 Y， CRAT Store Test 就加个 D 啊，这是它的一个主程序啊，这是它的一个主程序，还有一个是 Store Test 杠 CLI 命令行工具啊，这两个包把它都给装上。好，装完之后咱们就把它那个服务呢给开启一下啊。开启启动，然后查一下。服务已经开起来了，看一下右边这边，开机自启动。看一下那个，已经开起来了，咱这个可以了。那当前呢，服务已经开起来了。然后咱们当前我这个手里啊，是有一块磁盘，就是 VDB， 我把这个 VDB 呢给它分个区啊，给它分个区。其实昨天咱们提到两种分区工具啊，这个你愿意用哪个都行啊。创建新的分区，主分区，然后大小加一 G 啊，这样，再创建主分区加一 G， 我就创建两个啊，我目前我就创建两个。刚才我这个 VDB 这个磁盘呢，我分了两个区，每个区是一个 G 的空间啊，咱们就知道我现在手里我大概多少块。多少块硬盘，然后呢有几个分区。那现在 VDB1 和 VDB2 咱们模拟就是两个磁盘的这样的这个样子，模拟两个磁盘。那么刚才咱们其实前面提到，就是 PPT 上咱们看到，就是说这两个现在当前咱们看到这两个 VDB1 VDB2 这个就是物理设备，那咱们 PPT 上看到那个将来是将这个物理设备直接加入到池中，给它用这个物理设备给它创建池，创建出一个池啊，又在这个大池里边啊，池的概念，这个里边可以去分出文件系统啊，那所以说这块咱们就直接用这个 VDB1 啊去创建这个它所谓的池啊，所谓的池。那创建的时候呢，咱们还是用啊 store test 这个命令啊，按下那个 tab， 然后可以看这块其实可以有一个池的选项，能看到，就是说可以创建这个池啊，创建这个池。在创建池的时候直接补全就可以了，然后摁两下 tab 啊，记可能记不住啊，然后你直接摁 tab 键然后去找就行了啊。这边有时候创建然后去取消，然后还有列出池的信息以及从改名，那这块呢咱们可以去选择创建啊，肯定是开始啊，先创建 create， 在后边呢就是这块咱们需要写一个池的名称，你这个池叫什么名字呀，比如说我就按刚才咱们的 PPT 上的图片啊的例子来啊，我就
写 Pro 一啊，这样。那么具体你这个池中使哪个设备去创建的这个池呢？就 DV 下的 VDB 一啊，使这一个设备，使这一个设备。啊，当然了，你说老师，你创建了两个设备，你为什么这使一个呀？我先使一个啊，回到后边呢，咱们再往里加啊，往里加。就是你这个池的空间呢，你可以通过物理设备扩容啊。如果你觉得一个不够的话，可以往里扩容，那最终你会有一个池的总大小。咱们先看当前这个状态啊。如果查看的话，来看这里，就是看这个池的信息，然后 list 列出就可以了，列出。这个应该看不出什么太多内容啊，就是这里能看到一个池的名称是 Pro 一啊，它的一个大小是一个 G 啊，大小是一个 G， 就是这个是它的一个空间，一个这个池的一个空间。但是你这个池具体使了哪个设备，你这个池具体使了哪个设备，其实咱们知道，我刚才用的是 VDB 一是吧？这个设备，那咱们也可以查，如果你现在你不知道这个里边有哪具体哪个设备的话，你可以用 door test， block dv， 你看这些选项里其中有一个 block dv， 你可以看到这个，可以通过这个选项去看，然后 list store test block dv list， 你可以看到里边这个池的名称，能看到吧？刚才那个池 pro 一是吧？然后底下这里边的设备节点是不是？跟下 dv 的 vdb 一是它组成的，对不对？然后一个 G 的空间啊，正在使用的状态。那现在我这池里边其实就是一个设备，就是刚才上边这个pro list， 你就能看到这个池多大啊，池的名称以及多大。但是底下这个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池的名称以及里面包含那些设备啊，包含那些设备。那么如果说咱们再往里添设备的话，你可以去 store test， 然后 port 指定这个 port 的名称啊，指定这个是我要去对池做操作 ，add 啊 data 往里添加数据，添加谁呀？给 port 一去添加，然后添加的设备写在后面 ，vda。我这是 VDB2， 刚才咱们上面是不是分了两个区域 ？VDB2 还有一个 VDB2 吧，把它添进去。行，现在咱们这个池的大小应该多大了？咱们想一下，现在这个池的大小应该多大？应该两个 G 对吧？啊，哦，哦，这条命令可以看到池的一个总量，通过刚才那个 block dv。list 可以看到这个池里边说包含两个设备啊，池里边包含两个设备。好，那么咱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件什么事儿？我用物理设备去创建出来的池，那我觉得不够的话，我可以再加一个物理设备，这都是可以的。啊，那这刚才做的是这些步骤，那现在这个池咱们是不是就有了？啊，在咱们 PPT 中说这个池一，这个池空间是不是就有了？这个池一池里边，咱们可以去直接创建文件系统，啊。可以，就是如果就是你在第一次创建的时候，直接就添加多个设备是可以的。你就在后边，比如说这条命令啊，这是咱们创建第一个池的话，你写 dv 下的 vdb， 比如说我这写括号大括号一逗号二，这是添加两个设备。如果是有多个磁盘的话，就 dv vdb， 然后空格 vdc 空格 vdd 这样去添加就可以了。其实这种添加方式跟咱们昨天学的 lvm 这种添加的那种 pv 添加的这种所有方式，这个格式是一样的。格式也，好，这个是这种方式啊，刚才说的，类似这种，啊，行，然后再继续看啊，继续往下看。那么现在池有了，咱们看这图啊，池已经有，这池的概念已经有了。有了这个池之后，咱们就需要在这个池中创建文件系统，因为咱们最终使用的是这个文件系统，咱们最终需要。有一个就是成型的一个完整的文件系统，然后咱们才能去挂载使用，对吧？因为咱们在挂载的时候肯定要有一个文件系统的。那这时候咱们在池里边怎么去创建文件系统啊，你看一下。所以说第二步咱们去创建文件系统。还是 store test 这个命令啊，然后往下看。你看在这个首先store test 这个命令后边，刚才咱们其实用到池，对吧？
用到池，还有就是用到这个 block div， 这都是一个是创建池用的，跟操作池的时候肯定后边跟池，你要查看的时候跟这个 div 啊。那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嗯，像 Watson 查看一些详细信息呢，以及帮助查看它的进程相关的一些设置，然后还有就是文件系统，所以说咱们去选择这个文件系统 file system， 直接补全就可以了。好，再往后看，file system 后边也有一些选项，大家看这个选项啊，其中第一个是 create 创建啊，第二个是就是移除，然后第三个是查看，第四个是改名，rename 改名，第五个是一个那个快照啊，就创建快照，相当于创建备份啊，创建备份。那所以说现在咱们第一步，首先我这里没有文件系统，肯定是我要创一个，所以是肯定选择 create 创建。那具体你创建的这个是哪个池，是哪个池，因为咱们系统里可能有多个池，你可能会有多个池，对吧？那当前我只是有一个池，就是说你要在这个 create 后边去写哪，在哪个池里边去创建那个文件系统啊。那么池后边咱们就直接写文件系统名称就行了，直接写文件系统名称就行了。我这个文件系统名称叫 file system 一啊， file system 一。好，创建完后咱们可以看一下啊， store test， 然后 file system 这块，因为我创建文件系统，我希望查看一下，这块咱们输入 list 查看。这里的话啊，咱们看，大致看，我把这小一点啊，小一点，咱们能看出这格式啊，就说第一个 port 的名称是这个。port 一啊，它的文件系统名称呢叫做 file system 一，use 546兆 B 啊，是实用的，这个数值目前来说还是不够准确啊，还是不够准确，然后创建时间，会的创建时间，你的设备的名称，大家注意看啊，我在大这个格式看出来之后，咱们稍微大一点，你的设备名称是在这个位置啊，设备名称，这个设备名称。跟之前咱们学过的设备名称相比对，什么叫之前咱们学过什么叫设备名称啊？跟下 DV 下 VD 第一，这种是不是叫设备名称？那咱们最开始接触这个磁盘挂载什么这些知识点的时候，咱们忘它挂载的时候，是不是要挂载这个设备名？把这个设备通过这个设备名挂载，把它挂在挂载点上，是吧？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在昨天学习 RVM 的时候，什么？下 DV 下的 VG100 下的 LV100 这种名称是不是也叫设备名？那么像 StoreTest 这个跟下 StoreTest Port 1 File System 1这个就是它的设备名，也就是说它指明了一个路径，这个路径里是不是它这个分区的名称啊？在池一里面的文件系统，这个文件系统 File System 1这是它的文件设备名。那所以说咱们要挂载的话，你应该去挂它后边的是它的 UUID 设备 ID 号，这两个设备，这两个信息就给咱们提供了。那既然可以，已经可以正常的去格式化，已经正常的可以去创建出一个文件系统了，那咱们就可以挂载。那大家注意啊，这个也就是 StoreTest 它这个本地磁盘管理的一种方式，它没有将这个磁盘先给它创建，这个磁盘先给它分出某个区，然后像那个 LV 这种似的。先分出 LV 再手动的去格式化，它是把这两个步骤相结合成一步骤了，相当于它顶层把这两个程序的过程写到一起了，所以说它这直接就相当于帮你已经创建出一个文件系统了，已经帮你创建出一个文件系统，就是没有显示类型啊，这我就是给大家说明的，它不会像之前咱们那种说啊，我要创建一个 ESC4XFS 文件系统 MKFS 格式化，没有那步骤，直接合成了啊，直接合成了。你创建完这个文件，你在池里边分出这个文件系统的同时，直接就格式化了。应该是它这个是它自己的一个 StoreTest 的一个文件系统。它没有显示说那种你具体是个什么 EIT4,EIT3 呀、这种啊，就是它 StoreTest 自己的一个文件系统，对，它自带的这种，而且它没有那个另外的操作了，没有说格式化那一步了，直接给你已经格式化完了啊，在这儿你创建的
创建的完了这个文件系统的时候，它就已经帮你格式化完了，是它 Vertex 自己的一个文件系统啊。所以说大家，我跟大家特意说明一下这儿啊，说回来说待会儿咱们回头自己做的时候，你比如老师我要再格式化一下，怎么格式化，它已经格式化完了啊，在这儿，这就是它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你说这种功能其实咱们先往下说啊，咱们先往下做。那既然我这块已经有自己的文件系统了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挂载使用了啊？那现在这样，我去创建一个挂载点，然后咱们直接挂载使用啊。mkdir 啊，我创建一个挂载点，smnt 一下吧 ，mnt 一下 ，stratisvol， 我这是随便起了一个名字啊，但是跟 Vertex 这个技术是相关的一个名字啊，这个名字咱们可以自定义挂载点嘛，咱们这个之前一直在做。那么挂载就是 mount， 嗯，注意这里就是 Vertex， 大家注意啊，这个挂载设备要写后边的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将这个设备呢给它挂载到刚才咱们设立的这个创建的这个挂载点上，回车，大家注意啊，这已经挂上了啊，这已经挂上了。DS 杠 H 你看一下，咱们看一下这个挂载状态。为什么我给大家讲说总笑啊？就是说，它现在你看跟下 DV 下的 Mapper， 就是说这个相当于它的一个像，就这个就像 LVM 那种方式一样，那种记录方式一样。然后它是这个 Vertex 的一个设备，这是它的一个设备描述啊。但是这个为什么这么长的话，这个厂商我也没有查到一个具体信息啊。咱们先知道这个设备名就好了，好吧？然后呢，在后边的话，大家看这个 size 这里，一般咱们通过 size 这个位置就能看到这个文件系统的大小，但是这显示的一 T， 其实咱们知道我创建的时候是用两个一个 G 的。磁盘做的，所以说总共的空间它就是两个 G， 但是显示了一 T， 而且使用了7.2G， 然后这边呢，都快一个 T， 这个你都使用空间都快收集到快一个 G 啊，然后使用了1%啊，使用了1%这样，所以说这个数值啊，咱们不用关注它了啊，这个也是它厂商还未解决的一个问题，然后后边咱们能看到它是挂载到了。这个挂载点上，对吧？好，那么进入这个挂载点呢 ，MNT 啊 ，StoreTest， 进入这个啊，你可以创建一些文件啊，这是可以使用的，可以使用的。OK， 然后到这儿的话，基本大部分跟大家说完了，就是说这个文件系统，这个从物理设备层面，然后到池的这个层面，到文件系统这个层面，还有就是设立创建完文件系统之后，咱们去挂载，这个都咱们都说完了，这整个一个流程啊，整个一个流程。比如说，说为什么这个东西还很多公司没有落地啊？它红帽这边也是在摸索啊，在探索啊。行，这个就说到这儿啊，这咱们能了解我的意思吗？就这样啊。好，行，那这块的话，其实它这个基本就是使用的话就完成了。那咱们再看一下其他功能。在这里呢，它这刚才这个 PPT 这块是显示了一个池的，啊，不好意思啊，大家，我这屋里有点冷啊，这是它池的一个创建方式啊，池的一个创建方式。刚才给大家演示了啊，咱们看一眼笔记。咱们看这里，首先呢，刚才咱们是通过这个 YAM 安装，然后开这个服务啊。另外呢 ，FDIS-L 这块呢，我看一下啊 ，FDIS-L 我是自己创建了两个，我是自己创建了两个分区啊，这个大家记。这里我是自己创建两个分区，用这两个分区模拟的，然后呢咱们也可以自己去按这种方式去创，然后这些其他的不是很重要的信息我给你删掉了。
把这个两个信，把这两个分区的空间给你留出来，你就解。然后后来我就去，咱们去创，就是去创建了这个池，对吧？创建了这个池。啊，创建了这个池，然后紧接着创建完池之后，咱们可以通过它的查看命令去查看一下池的信息。查完池的信息呢，这个只是查看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大小，咱们可以通过 block DV 看它的一个详细具体是哪些文件、哪个磁盘啊，或者哪个分区给它去组成的。然后紧接着，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可以去添加磁盘或分区。那你添加完后呢，咱们需要再通过那个查看确认一下，查看确认一下，所以这两个步骤，主要是这两个步骤。好，这几个步骤很详细啊，给咱写在这儿了。写在这儿之后呢，然后紧接着下面呢，我去创建了一个挂载点啊，创建挂载点，咱们就给它去挂载，然后并且给它挂载的创建挂载点，并且挂载啊，这两步，好，这样就可以了。这个 L 性能啊，这个 L 性能啊，我昨天给你看了那个 L 性能的命令，待会儿给你发一个文章啊，因为它的涉及到的那个什么，它的参数比较多，然后所以说我这儿也没有特查出来一个很准确的一个结果现在，然后这个回头我发把那个相应的那个对应的网页那个命令发给你啊，发在群里边。它的这个状态目前看不到实际的磁盘空间和使用率的方法。这个的话，对，因为咱们一般看的时候，除非就是两种情况啊，两种情况，一般是它这个软件自带的一个查看磁盘使用率啊，像那种 LVM 一样，你说有一个可以 display 可以看的这个一个状态，另外去通过 DF-H 啊，这样可以去看。那现在这块它也没法显示，没法显示啊，这个无法显示啊。对，它就是不是很成熟，就是不成熟呢现在。不过大家这个不用很担心啊，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考点，所以说它不会根据这个空间的大小正确与否去判断你的对错啊。这块就然后咱们再往下看啊。啊，这是刚才给大家总结的那块啊，好，然后其次呢就是它的一个快照功能，啊，它的一个快照功能，咱们两个看。那下面它一个快照功能就是说是一个备份和还原啊，备份和还原。备份的话，咱们可以这样，首先咱们其实刚才已经挂载了对吧？你看这块已经挂载了，我进入它这挂载点。然后咱们可以创建一些文件啊，创建个废物一，然后再创建一个其他的文件啊，创建稍微大一点啊。BS 等于一兆啊，然后 COU 等于啊，这个我现在创建了一个文件啊，这文件叫 myfile， 然后这个文件大小是100兆啊，100兆，100兆的啊，
一百兆的一个文件，就是现在这个里边，咱们就假设这个就是它的数据，好吧？数据，那么如果这个数据丢了怎么办？那咱们是不是可以有这种方法给它去备份一下？然后如果它真的丢了，然后去给它还原，是这样啊？那所以说现在我就创建这个文件，那么咱们先把这个当前的这个状态给它备份一下，已经创建文件创建好了，然后再备份啊，给它备份一下。然后咱们去看如何备份的，备份的方式倒是比较简单啊，还是 store test， 咱们通过补全看它的命令就可以啊 ，store test， 然后 fail system， 再往后看 snapshot， 这有一个 snapshot， 这个是快照啊，这是快照，然后选择它啊，选择它之后呢，然后咱们要定义你是在哪个给哪个池做快照，你给哪个池做快照，那所以说就选择 pro 一。然后具体你是给哪个文件系统做快照 ？File System 一，刚才我创了一个文件系统，什么叫 File System 一啊？啊，这个，然后给它创建出个备份，后边直接跟备份的名称啊，直接跟备份的名称，这样的话就是 File System BAK 吧 ，BAK 一，就是我这个创建的备份啊，跟比前面多了一个 BAK 这个三个字母，这，啊，这个创建就可以啊。啊，等一会儿。好，创建完后呢，然后咱们去就模拟那个数据损坏。怎么模拟数据损坏呢？咱们可以把那个啊。他刚才挂载的这个信息里边的内容给删掉啊，比如 MNT 这里边的内容给它删掉，空了是吧？空了啊，空了之后呢，这个挂载点呢，如果你要是模拟的彻底一点，你可以给它卸载啊，这样就没有这个挂载项了。那或者数据肯定也没，数据也被我删除了。那这样的话，咱们就是怎么去给它恢复呢？因为刚才咱们是不是创建了一个 file system bak 啊？还记得吗？刚才刚创建的。那这样的话，你把刚才那个挂载项给它挂上，十一，然后 file system 一点 bak。就是咱们刚才创建出了一个备份的时候，这块就会多了一个路径，下面会多了一个 file system bak 一这样的一个信息。啊，这样的一个信息，这个相当于给你创建出了一个备份设备，然后把这个备份设备你再去挂载到某一个挂载点上就可以了。挂载点我没有创建，我看我去创建一个啊，创建一个。啊，创建这样一个挂载点啊，然后去挂载。啊，紧接着挂载到这个 MNT 这个备份挂载点上 ，BAK 回车。咱们看这个跟刚才那个是不是，很相似啊？然后你进来之后 ，MNT 啊 ，store test BAK 进来之后，还是刚才的文件对吧？啊，其实我感觉它就是相当于快照嘛，它就相当于你之前的你的文件系统是怎么样的，里边的设备是有什么，它给你做了一个快照，啊，相当于。做了一个备份，对吧？然后当你原来的原数据消失的时候，再把那个快照给加载上，然后去挂载，这个快照里还是之前的那个数据，就是这么一个流程。然后到这儿就给大家说完了，啊，就说完了。那么如果说你要是咱们想去通过这个就是想去通过快照恢复的话，就是通过刚才这种方式啊。行，这样看笔记啊，看笔记。我把这个给大家记录一下啊，应该不小。这个现在我看一下啊，它这个是一个，你通过这儿可以看到，Pro 一，咱们在 Pro 一里边其实创建两个，这两个是创建两个文件啊，有两个设备文件。那么其实就是相当于它快照的时候，相当于去给你又重新创建一个 file system 一，file system bak 一，对吧？
你看，这个刚才是咱们的设备路径，对不对？进来之后能看到它这个信息，这是咱们第一次创建，这是咱们创建的那个备份。那备份其实它是链接到了一个设备文件啊，链接到了一个设备文件，相当于是咱给你多创一个设备文件。对，你可以去查它，查这个 ,ll.dv/dm-6。这个是它的一个设备文件，因为咱们的那个数据也是没有多大，然后这个现在看不太出来它具体的一个概念空间容量。公共聊天是吧？我切一下啊。刚才这块刚才右上角了啊。创建能不能在其他的池中快照池中创建这个我还没有试过，还没有试过，因为现在的话他这目前提供的，他现在提供的方法就是直接是在你这个原本的这个磁盘上直接做，他现在提供的方法。啊，我把我刚才那个快照那个给大家记录一下啊。好，在这儿啊，就先进入这个磁盘，进入这个磁盘之后呢，我把里面的文件给删了，删了之后咱们在 LS 查看发现已经没有了，然后 CD， 然后啊可以 CD 到根下，然后把它可以卸载。然后这边呢，你 CD 到根下，然后 DF-H 可以查一下当前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是挂载状态，然后咱们用卸载给它卸载掉，我是相当于把数据也删了，文件系统也卸载了，做了这两个步骤。行，这两个步骤这块儿，然后在下边的话是创建了一个快照啊，创建了一个快照，我看一下啊。来，我那个创建快照的命令。啊，在这儿。我看一下啊，创建快照。第一到这里去创一个大文件。我是首先 CD 到这个挂载点，然后 LS 这里这样吧，把这个删掉，然后在里边去创建了个大文件，对吧？然后这样创建了个文件。在这个文件呢，大小大家可以看到，大概是一个100兆的空间，然后用这个命令就能看到。然后创建完之后，然后咱们再去做快照啊，再去做快照。做完快照之后呢，然后咱们再去删除里边内容啊，这块，所以说这块呢可以分三步骤，这就是创建测试文件啊，这是一个。另外呢，这是备份打快照。再往下的话是模拟故障，类似这么一个操作，相当于把这里边内容删了。然后最后是不是应该还有一个恢复啊？恢复这么一个过程。恢复的话，咱们是使用了这个在这儿直接先创建一个挂载点，然后直接把它的一个快照信息给它挂上就可以了啊，这样创建了一个这样的挂载点，然后把这个备份的信息给它挂在这上面就可以了。行，然后这是刚才整个一个流程。行，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要去挂载的话，如果你要是挂载的话，就是写在那个 FSTAB 里这块的话，咱们就是看一下这儿。我破译
行，这个。我去给他做一个挂载啊，做一个挂载啊，这块呢就是先优盲的先给他卸掉。他像这种呢就是这种服务，这种有就是涉及到服务的这种这种磁盘存储的一种功能的话，然后咱们去挂载的时候需要给他加一些其他参数啊。像 VMETC、FITV 咱先进去。那首先第一列是它那个设备名，对吧？设备名啊，这块我写的就是复制一下。这设备名称，然后下边 Field System 一啊，比如这个，啊，我放这个吧，因为前面内容我也删了啊，啊，这个都一样啊，嗯，然后把它那个挂载点写出来，挂载点是后面的那个，哦，用的是备份的这个啊，挂载点。然后接着这边去给他可以写一个文件系统啊，写一个文件系统，这块默认，我就默认的话就是我这边写的是 XFS 啊，写的是 XFS， 然后 DFAOLT 给他写了，给他去写了一个，然后后边的话有一个，就是因为后边还有一个权限，就 default 后边还有一个权限，然后这个权限的话是我给大家直接写吧 ，char system 啊点 i e q u i r s i r e s 等于 s t r a p s， 这个是咱们那个这个服务的一个名称啊，服务的一个名称 s e v s 零零啊，就为什么写这个啊？给大家说一下，就之前咱们一般挂载的时候，你就是。对应什么样的文件系统你就去写什么样的文件系统，但是现在这个没有，我就默认写了一个咱们系统默认的一个 XFS 文件系统，然后至于后边这个权限的话就写默认，那么后边 X system 然后点 request 然后还有一个等号 store test 的点 service， 这块的话相当于就是把它那个服务的一个名称给写在这儿，就是说你系统启动的时候因为会加载这 FITAB 的文件，然后在过程中如果你是先加载这个文件后启动这个服务，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服务没起来，你这个磁盘内容挂不上，那所以说需要让它在挂载之前要把它一旦读取到这个信息之后，先要它先把服务接起来，然后再去挂载当前这一项，这样就不会出现挂不上这种情况，所以说这块就是咱们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这个位置，所以说要写一下这个服务的信息。咱们先这么写，然后回头我再跟大家说一些其他的方法啊，先这么写啊，这样的话可以。对，我这个因为我写的是我这挂载点是 BAK 这个 MNT 啊 MNT 是吧，啊对是这个啊，啊他搞 A 挂一下这个就可以了，行，这是刚才咱们看的那个，然后笔记我给大家已经记了，按这种方式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是名称的话就按我前面这个名称，这个名称把这个名称复制一下，好这个可以了，行，咱们这一章的话就是说了一些内容啊，就是说 Certis 它是以物理设备能够通过池这种方式去分区啊，然后去那个去给它去创建出一个文件系统，然后前面咱们就说如何去创建池，在池里边如何创建文件系统，咱们说了这些内容啊前面，然后后面呢就是说了一个怎样去做一个快照，对吧，快照备份。
啊，怎么去做一个快照，行，然后最后有一个开机自己动手动的挂载或自动挂载这两种方式，啊，两种方式，这个我就，行，这个暂时先说到这儿吧，咱们这个就作为了解吧，就是然后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再查一查相关的资料，这个内容，这个知识点，行，咱们这个先说到这儿啊，先说到这儿，行，咱们下个休息十分钟啊。下个休息时间9:50到10:00啊，9:50到10:00。啊，唐总监，我把那个昨天查到那个命令给你发一下啊。这个不考啊。你自己平常做 LPS 用哪个命令啊？LSHVMSH 这两个就是有一个这个命令你试一试，但是这个命令因为我在我这边指令参数啊比较多，然后你可以看一看啊，然后参考一下吧，这个是看对你有没有帮助吧，就是我给你发一下啊，发到咱们那群里边 FL 的一个命令。